没事了，海拉，有我在。他不能伤害你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待在这儿，留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。待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别想那么多，你已经很害怕了，不用勉强自己回去。回去？回哪里？他被我推开了，那是会伤害你的怪物，你也很清楚，你见过他最真实的一面。我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，好可怕。是的，你根本不了解他，那个人很危险，我们要远离他。留在这里，就在我身边，只有这里你无需恐惧。你还在担心他吗？谁在说话？他也在找你，为了找回你，他一个人拼命战斗。他遇到麻烦了。喂，你说清楚啊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海拉，你怎么了？是你认识的他，那是怪物，是会伤害你的怪物。你不怕他吗？我怕。99暴走咬我的时候，我也会怕。你们都抽风成那样了，我又没吃雄心豹子胆，怕一下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他是为了救卓亚才被搞成那样的。看起来那么陌生，不是因为他变了，是因为他在被折磨，他受了好多罪。我从没见过他那么痛苦，而那都是他为救朋友承受的。他从没变过，一直都是我认识的大笨蛋。我要回去救他。你不能走，你的心根本没恢复宁静，他很混乱，很不安，你在害怕。我那是在生气，气自己啥都做不到。那可是我的朋友，我海拉从来都要保护自己的朋友，我就是这么保护99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那个猪头也是，你也是，你根本不是99，他绝对不会让我抛弃朋友。顶着他的脸对我说恶心话，比真人差太多了吧？99哪有这么多？不过，没想到他们还能在这里出现。该说这幻觉无所不能呢，还是说你多少有点用处？
想到还有要指望这玩意儿的。带我去那家伙身边吧，那家伙惹的麻烦那么多，没了我可怎么办？必须回去。